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今天这场影片呢，是对方做了一件事情，让佑哥的悟空非常生气。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在一开始就会发生。好的，那如果还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麻烦帮影片点个大大喜欢，不要忘记点下你的小小订阅，是我最大的支持哦。就在这时候，看到小地图红 buff 右边似乎有人被抓了。不过呢，在一开始就是只能安心的打野，毕竟我就是悟空嘛。然后那个人被手杀了，应该就没什么事。这时候注意，哇，就是我们的艾奈特翠翠。可是我们翠翠，哇，他直接被人家带走了。现在的我非常生气，我很生气，立誓要为翠翠报仇。我砍，我暴击，果然生气有用哦。我们这边连四棒都是暴击，再爆一棒吧，拜托阿木啊，我停工啊！哇，再看一次精彩 replay， 哇，好可怜哦。好的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成功拿到一个两颗人头，而且成功帮翠翠报仇。这边让我非常生气，尤其对面那两只。身为一个悟空呢，在前期就是浓就对了，但人品真的也是非常重要。我现在的暴怒加上我天生的 15% 暴击率，加起来顶多 30% 左右，可是刚连续四帮都是暴击啊，你就知道我很生气，连系统都在帮助我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这时候翠翠就在我身旁，宰一个吧，碎啦！果然有安奈特加持就是不一样，我马上回家。这场的出装以及奥义呢，放在左下角。我的出装概念是比较偏向于暴击几率，因为我觉得有暴击几率才是王道。我希望呢，可以在两棒直接把人家 KO。所以我就是先出红色的野刀，红色野刀真的超级重要的哦。再来是圣剑以及双刀，真的非常重要。接下来就是穿透的天虫云，还有王者之剑。OK， 这边来一个收割，这边四个人，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一个人都是死去的哦，我们绝对都要活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科学妹来了，惨了，快跑啊，队友们！好啊，这时候直接往前。哎呦，还有苏，这边我要郑重的感谢科学妹，因为你跟那个苏站成一直线，然后我敲科学妹的时候，一起去敲到苏了呢。我马上回家补个状态。OK， 果然。有安奈特加持，这部影片果然那个一开始直接让我生气，就说绝对不要让我抓狂，我抓狂起来，连我自己都认识我是谁，这个有点太扯了哦。这边稍微吃个蓝，我们直接去对方的红区，直接去对方的家。就在这时候，居然看到了科学面，阿赫啊，你哪里不走，居然走在悟空的旁边，那可能是我气有点消了，最后一棒居然没有暴击，好吧，我们就仁慈一点，放在一个科学面走吧。可是居然敲野怪三棒都暴击，哇！这个艾莉他是不是疯啦？他疯了，完蛋！好险，直接成功脱逃。但是我不选择直接回家，这是因为我带了翠翠奥义五个，翠翠奥义就是夺翠的奥义，所以有稍微的吸血，可以再稍微打一个野怪呢，就马上把血量给吸回来。看到了下路有一只苏，一棒暴击。再一个暴击啊，两棒直接收割。我觉得玩悟空真的有点爽哎，真的人在生气的时候就是要玩悟空，因为那粗体字的红色暴击数字真的是非常疗愈，而且看起来就是特别的爽。而且悟空啊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暴击几率其实没有那么高，可是感觉我这一场暴击几率每棒都暴击耶。哎呦，看到有苏哦，李麦昭，李麦昭，我来了。我暴击，我再暴击，有没有？连续打输三棒都是暴击。可是这边我觉得我遇到科学面老爷爷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这老人家。我们完全敲不赢这两个人，怎么会？我们完全我也有暴击好吗？我虽然他是老爷爷，可是我扶老奶奶过马路哎。好，这边虽然送出了一个人头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一个进场，我暴击，再暴击一棒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场悟空真的是完全一直在暴击耶，好像是 100% 暴击几率一样，所以各位根本不用出到 100%， 你只要出圣剑加上双刀，我觉得个人觉得这样就是够的。这时候这套装备应该有很多人会问佑哥，到底要不要出全能武器？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空位可以出全能耶，因为我想要就是两棒就直接 KO 人家，然后就会想着我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出全能，因为天虫也很重要，王者也很重要。那么先进场，先带走一只老爷爷，哎，残血，可是这一帮没暴击，有了一个大招，
苏非常惨血，这安奈特哇，这个回头这个空非常的漂亮啊。可是我觉得我的安奈特他惨了，又被挑回去了啊。我没关系啦，我知道这个安奈特肯定是很想跟我回家一起泡温泉。我知道，我懂他，一个漂亮进场就可以化解所有的疑难杂症。像我刚刚那个漂亮进场呢，虽然只有拿到了两个助攻，可是在一个刺客就是要会进场。我发现，奎伦这角色虽然很多人都说他是狗脚，可是不会进场的人玩奎伦就是一只粪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完全不会做进场，完全不会玩刺客，就是觉得，哎，他怎么玩的奎伦这么废？所以呢，影片要多看好不好？这进场时机真的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呢。这边稍微快转一下两倍速，在快转之余呢，我们绝对要记得刚刚到底又是谁在杀我的安奈特呢？这边要眼睛盯着那个人是谁，给我出来，是谁？该不会又是科学面吧？还是你波顿啊？就差那一点，哦，我的寒冰之才点不到，没有爆，没有那个成功，哎，没有报仇成功，有点伤心。不过我们成功拆掉对方的高地，要拆主堡喽！不行不行，人家都回来了，你汤哦。我只是一只小悟空啊，原谅我吧，大哥，我知道错了。稍微吃一下天空巨龙吗？要不要吃天空巨龙呢？凯撒，先稍微吃个蓝，不急哦。是我不急，我队友很急耶。前面先蹲草一下哦，不要露头哦，千万不能露头。一个漂亮进场，成功一次敲到两个人。哎，伯顿还是科学面面呢、啊？刚刚是不是在欺负我家的安奈特？我暴击，一个 double kill。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让悟空火起来啊！当悟空生气的时候，谁都挡不了他，他只会认识自己，还有认识安奈特而已。这点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学起来。虽然我的暴击一棒呢，大概3000多，可是我只要两棒可以 KO 人家，我就觉得很开心呢。好，艾里来了，苏还狙我，稍微踩一下，踩掉他的地雷，试试看哦。艾里走了过来，看到了。我暴击，哇，完蛋了！奇尔这么残的吗？就差一道，我暴击，可是后面这么多人，我实在扛不住。我们成功收掉一只奇尔，可是我看好可惜哦。刚刚如果我们成功收掉奇尔，就不会死掉。没关系，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悟空的错。这边一个复活之后，到底刚刚是谁击杀了我们？我觉得我们现在悟空又活起来了，先稍微杀一个野怪。好不好？消消火，好不好？消消这个火气，喝个这个仙草茶还是苦茶都可以，什么都给我来一点。要吃天空巨龙凯撒吗？可是我觉得队友完全不想吃的感觉，就是一个他们就是想要报仇，跟我现在一样的火。好，我们不吃，直接来中路，先拆个防御塔吧。高地拆掉，哎呦，看到奇尔哦。可是我觉得下路直接拆掉会比较保险，因为对方四个人都还存活着。千万不要贸然行事。看到对方的书，卖照，你卖照，好喽，不要成功一次吗？奇尔直接大刀刷了出来，这边安奈特，不对，这是艾迪，一直讲安奈特，这边在敲对方的书，还有伯顿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很想要再进去敲那只书，因为现在悟空还是很火。你看，他暴击这出体质，你觉得我能不进去温泉吗？我哎，完蛋了，扛到一下温泉的伤害，阿木啊，哇西白啊，惨了惨了。可是这个队友应该是 OK 的吧？好，我们应该算阿木啊，我哥成功啊啦，成功报仇了。好，那这一场呢就是悟空的实战解说，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可以帮影片点个大大喜欢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